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令人兴奋的开箱时刻。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，陆陆续续都有打折优惠，就是有特价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在逛街的时候就买了好多。因为没有特价的时候，我是不会买的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。先从 Zara 开始吧，很喜欢 Zara 这个洋装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一件式的洋装，所以就不需要太多的搭配，因为有时候衣服又要搭裤子，太麻烦了。然后呢，我在逛 Zara 的时候，看到它有一个好可爱的组合，就是一个帽子加上一件衣服，它其实也有裤子是同色调，但是我觉得那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只有买了这个搭配，没有买裤子的，太可爱了吧！好夏天啊，这样子一套，它原本一个组合原本也是50磅，50磅大概就是2000台币，然后这样子一个组合一套这样子才12磅，从50到12，太便宜了。好，然后呢还有这个是冬天的毛衣，看这么可爱，它原本是30磅，然后特价12磅。超级可爱的。好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在 Zara 买这个，原本是14变成7，所以只有半价。这个原本是11变成7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折扣，但是已经很便宜了。这个也是为冬天买的，是紫色的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它也是一件式的，我很喜欢这样子洋装，就不用再做搭配。它原本是27变成10，超级便宜的。这些都比半价还要多优惠耶。好，现在呢，哦，这个是在 Uniqlo， 它也只是9磅而已，超便宜，就只是内搭穿的。然后还有一件洋装超级可爱，它可以这样子绑起来，很像小朋友穿的小公主，超级可爱。好，洋装还有这边，哦，掉了。这件是有一点浮夸，目前找不到场合可以穿出去，但是就觉得太可爱了，就买了。这个是这一些是在 charity， 这一些是在 charity， 就是那种慈善机构人家捐赠的，好便宜啊，才6磅哎，好好看。然后还有哦，这个是在 H&M， 就是有时候比较正式的时候可以穿。它原本是30几磅，然后变成10，哇，从30到10，好便宜。然后这里是有一些，衬衫，这个也是在 charity shop， 在那个慈善的，这两件都是在慈善机构买，好便宜，好像才4磅还是5磅，超好看。这个 T-shirt 好。然后这个是在 TK Maxx 看到的这个运动内衣，这样子两件运内也才15磅，好，才15磅，大概台币600。超级便宜。好，最后还有这个一件衣服，这个也是为冬天买的吧，所以他们才有过季的特价。这个原本是50磅，然后我是用20磅买到，所以也是比半价还要优惠，超级好看。然后这个是在 H&M 买到的，这些都是冬天的，但是就先买起来。这个很可爱，也是从20变10，所以半价。好了，应该没有了。OK， 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，因为我现在呢赶时间要再去做第二波的采购，等我买完再跟大家分享，再见。